台风夹带丰沛的水汽，在南化山区从八号到十二号下午三点，已经累积了583毫米的雨量。现在的南化水库是满水位的状况，而且已经自然溢流。从昨天11号晚上7点就开始溢流了，到今天那个下午3点时候，溢流量大概有670万吨。秒的流速最大的时候，昨天晚上有达到91cms。满溢的水垂直而下，溅起白色水花，相当壮观。溢洪到下游，河水瞬间暴涨。管理处用电脑监控，也透过广播提醒民众不要靠近溪床。雨已经落大雨，今后已经超过两米，而且溢出去。这摆你这下洪，咱都隔壁都蛮歪啊哩。最多了别再我啊爱注意。另外在屏东麟洛乡内一条野溪，涵洞口被冲下来的树木挡住，溪水无法宣泄，导致溪岸被掏空，外出活动要多加小心。大爱新闻潘真正瑞平南部报道。